漫步》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好，翻嚟第二节嘅《啤李漫步》。琴日咧，我见到咧有台啊台长同阿 Lawrence 咧做咗个节目，咁入边透露咗一啲投资方向，咁我梗系唔会喺度讲啦。咁我梗系咧，嗱当面会问阿 Lawrence 啊，话、哇，如果系好似佢咁讲咧，哇，我一变四，四变十二，屌你啦！我啤你有几有一亿身家，二亿身家，真系再不是梦啊！咁犀利，好捻容易啊！咁捻劲，屌你谂真系好捻容易，其实真系好捻容易啊！我都觉得老实讲啊，咁啊又唔好求多啦，我哋。即係今時今日咁樣嘅啊生活水平，如果喺香港咁，你點都要有過億嘅，你只有安全感嘅。講安全感啊，如果外國就有三幾千萬港紙，我諗你都好舒服噶啦，即係心理上，心理上係嘛？好容易嘅啫。我一陣我稍後同你講，非我哋唔可以喺度咁篤爆佢嘅，屌你老尾！老實講，啲人問我啊，如果啲人就咁問一問我，我就答啊，我都收你兩皮嘢，真係老老實實。好，係咪先？屌你唔好做乜撚嘢啫 ？OK， 喂，呢、這個世界上係嘛？喂，今日你唔好講咁多嗱，各位，我哋第二班好似都滿咗啦，你哋真係第二班 AI 班啊。咁你哋我當然佢會有第三班啦。哇，真係咧，即係我哋睇下啲同學嗰啲作品咧，同埋所做嘅嘢啊。哇，屌你！有個同學婆仔又唔好婆仔啦，真係成熟啲啦。佢話齋，佢話而家佢簡直覺得自己係一個萬能嘅人啦，因為你唔好講做圖啊，淨係有好多嘢佢啊，佢真係答到你啊。咁當然你有時你要自己去翻查，因為收嘅資料多啊，你最主要啊。好啦，其實我真係唔想講呢一單嘢，我係咁樣講下啦。喂，我真係想知啊，陳國基政務司司長佢係咪冇第二啲嘢做咧？我真係唔知道做緊乜嘢嘅喎。佢出親嚟三兩個禮拜唔出嚟咧。講嚟講去都講一樣嘢，我知你係愛國小組咩推行推動愛國教育小組嘅組長。講嚟講去都講愛國，講嚟講去都話可以批評政府，講嚟講去都係不唔好惡意批評，唔好唔係事實。如果唔係就不能容忍，不能容忍又點啊？喂，老實講，你話政府做得唔好，梗係要批評啦。官員做得唔好，佢講噶，梗係要批評啦，係嘛？唔得，唔單止係批評，要批評，仲要需要批評。我而家批評你啦，陳國基。嗱，你可以話我惡形惡相。哦，咁我係咪可？於是乎就話我真係煽動人哋爭鳩你咧？喂，如果我惡形惡相屌鳩你，基本上係啲人去爭鳩我啊！正正常常嚟講，係咪啊？即係你喂得勢不饒人，屌你老母閪，有道理都冇變冇道理啦，唔可以慢慢講嘅咩？有啲冚家產係咁樣噶嘛？係嚇、今時今日好多冚家產都係咁噶。誒，你點樣都好啦，打人就唔啱嚟。我哋有陣時咧，即係點解咧？現實嘅法例就係打人唔啱啊嘛。或者國際上啊，哎呀，你對住嗰啲咁嘅咩北韓伊朗，慢慢坐喺度同佢傾啊嘛。唔係。咁我都唔係啊，講道理都係㗎。嗱，我都話呢樣嘢就最容易咪畫啲蠢人啊。譬如你話喐手先就唔啱，咁我哋接受個法例，而家嘅法例我哋喺身處嘅地方都係啊。但係大家問心嗰句，喂，有啲人係咪抵打先？係嘛？咁你同伊朗點傾啊？屌，你有傾乜撚嘢啊？同希特拉佢點傾啊？喂，即係老實講，你真係嘥鳩氣嘅。講真啦，但係呢班人就係咁樣㗎嘛。到而家就咁樣㗎嘛。是不斷拍出嚟嗱，以前咧嗱，我最記得嘅咧，因為我所有嘢都係喺啲咁嘅遠，遠文化度吸收翻嚟嘅。1988年，而家講36年之前，而家患有呢一個阿茲海默症，都差唔多唔認得自己嗰、那個叫布斯韋利斯啊，佢成名之作《虎膽龍威》啊，入邊有一個鏡頭啊，第一集你雖然嗰陣時你細個，但係你應該有睇翻嘅。入面有一條撚樣，就係講咧嗱，虎膽龍威就係講緊阿布斯韋利斯嘅老婆喺間日本嘅公司度服務啊嘛，喺棟大廈入邊俾人哋去騎劫啦嘛，所望你有印象啊？有冇印象啊？我有睇過虎膽龍威。好啦，虎膽龍威，好啦，咁啊當中咧有一個咧係講佢哋嘅呢間即係老婆服務間公司嗰、那個sales manager 係邊啲咧？係好 typical 好典型嗰啲話口若懸河好有說服力嘅人。咁佢哋嗰陣時俾成班咁嘅恐怖分子咧啊！劫持咗，佢係懶醒，懶醒就話：喂，咁樣唔掂嘅，我去同佢傾。OK， 於是乎咧，佢咧就真係走去同我恐怖分子傾，而且仲出賣咗布斯韋利斯嘅老婆，即係主角老婆之類咁嘅嘢啦。好啦，咁、那個恐怖分子咧，咁當然同佢傾啦，佢仲覺得好得戚啊！我傾到啦，仲擰住面同佢哋咧啲即係嗰啲同事咧，即係被綁架嘅人咧，打個眼色，屌你！但係最後結果係點樣咧？當佢人哋啲恐怖分子攞曬啲料啊，知道曬嘅嘢咧，咪掟佢落街咯。
第一個就是你要死、啊、但是呢那時候我想說1988年美國都還可以拍這些戲，你現在拍不拍得這些鏡頭你連想想 Dark Tower 即是早三四年四五年前，喂，基本上在美國都被人禁撚到撲街啊！套戲，即係當然啦，佢哋即係所謂提倡民主，你話唔好聽，講你諗下啦。嗱，今日我一陣會講少少嘅，而家可以偷步講過先咯。啊，有一個咧批都支持阿拜登啦，但係都再叫阿拜登咧，喂，你真係唔好做嗰、那個參議員叫希夫啊。嗱，其實佢嗰人即係你不值得曬嘅呢啲人，啲民主黨友，佢淨係話，喂，一定要退啊，阿拜登，如果唔係就會輸俾特朗普啊。因為如果特朗普再次當選總統，他就會破壞我們美國的民主基石，美國就會變成獨裁國家。其實這些言論由2016年、啊、特朗普溫他當選、啊、當選之前都沒有這些言論，那些人是爭到他，因為為什麼呢？不覺得他贏到希拉里嘛，那時、但一當選之後就不斷出現這些言論。我想問一下，屌你老母，美國的民主有沒有少到在特朗普當選了之後，現在再落咗嚟都四年啦。喂，如果係咁啊，佢唔使落台啦。喂，如果係有少咗，假若係少咗啲咩民主咧，有全部係民主黨造成嘅。啊！屌你老母！如果破壞到民主，佢唔撚使落台啦。唔使俾你告啦，咁多屌你老母，立撚殺！屌你老母，我講啊，而家屌我同佢打氣啊！你啲爭鳩特朗普爭鳩我人更加爭我啦。總言之，我認為呢個世界上屌你老母嗱，唔好同我拗。這個世界在這一刻就是沒有特朗普不行，或者上台之後累到個世界很大變化，我不覺得的。如果我們信正義，這樣的天選之人，我要這樣說就粗心溫，這樣的天選之人留一條命在這裡，那就要去 fix 這個世界的了。但是 fix 這個世界之中，可能那些邪惡的勢力因為被 fix 不這個世界要就這樣要消失，可能會令我們遭殃的。但是在這一刻我就很武斷的，不用說那麼多，說那麼多都浪費氣，屌你老母，冇特朗普就搞撚玩撚完呢個世界。有特朗普仲可以睇下點，如果唔係就玩撚完咯。屌你 finish， 嘣！喂，咁我好撚，大家以為我講笑喎，其實我係幾撚期待，屌你嘣咁咪，唔好撚咁煩，做人咁撚辛苦。反正我屌你老母體力又衰退，屌你老母屌閪都無力咁滯啦，係嘛？咁快？喂，屌你都冇力啦，即係錯曬，衰退咗。屌你老母係，喂還撚點都係，喂我睇嗰啲乜撚嘢？以前我睇嗰啲咩即係有一段時間咪好撚多啲戲嘅，99年、2000年嗰啲咩2002啊，即係嗰啲世界末日戲啊，乜末日講未來啊，喂我攬撚住個老婆同我仔，屌你老母大狼搞撚掂佢，冇咁撚嬲，屌你老母閪，太撚冚家產，你諗下屌你媽澳洲西人任劍鋒呢啲人，我淨係諗起我同佢同一天空下吸嗰啖空氣啊，我點樣想作嘔咧咁撚契弟，邊有契弟得咁撚契弟㗎？你睇下 Q 仔，屌你老母閪，喂我最我聽講啊，最撚好笑啊，嗱我聽人講啊。我唔開名啦，我真係唔開得名啦！屌你老母閪！喂，早排咧，早幾年啦，我真係唔知道，其實我唔係好知啊，我知知地啦。有條友咧，有一個啊所謂嘅網紅啊，喺香港啊，就掀起咗咁樣嘢叫做傳銷風波。咁啊，搞撚到咧，連佢做嘢嗰個網台咧，啲老友記啊都話：，哇！你搞乜撚嘢？怕撚咗佢。咁啊，甚至乎咧，嗰、那個網台喺以後咧啲銷售合作方面咧。哇！都驚弓之鳥啊，真唔夠膽自己賣嘢啦！你係咪有單咁嘅事啊？嗰陣時，喂，嗱，其實我又冇跟嘅，因為你話傳銷呃人，其實乜嘢你唔使傳銷噶，乜嘢都可以呃人噶。點為之呃人咧？有冇件貨俾你咧？件貨係咪用得會？屌你老母可以話食落肚會飽，原來唔撚飽嗰啲叫呃啊，係嘛？咁係咪比個市價高撚咗？屌你老母幾十倍咧？如果唔係就好難講呃嘅。咁但係咧，後來我收到風。我真的不能夠相信，我不知道你可能你知道，屌你老母，這個被指為屌你老母真是網台老千的人，原來只不過是屌你收攬了，我真的講不講好了，但我收到風，我是遇到一個跟他認識了四十幾年，今次他回來還跟他喝茶的人跟我講的，屌你老母，有始不有終，我真的不能是吧，連啊呢、这、一個網台界呢條友啊，個徒弟啊，即係啱啱呢一排咧，叫大可嗰條友叫做咩叫可咧？可粉有咩做嘅？可粉用米做咯，係咯，大可咯。好啱佢個徒弟咧，叫做即係大可出身啦，都同佢講：喂，屌你師傅，唔係咁樣啊嘛，收咁撚少，你咁樣 endorse 呢只嘢係好撚少喎！屌你，我真係吃驚啊！咁我就終於明白咧，
以往我有啲傳聞又話係咩送碗飯啊嗰啲咧，板係啊係啊，果籃誒嗱果籃咧係啊，我就終於信緊撚樣講嘢㗎你，屌你老母！喂，你明明嗰條數真係好撚少啊，原來收咗咁多咋？哇，梗係啊，冇可能我唔撚信，屌你老母！你唔係一千啊嗰啲咁樣喎，哇！屌你老母！你做啲咁嘅嘢？喂，你唔好講咩啦！你屌你咧，叫我啤你，我都唔肯刮你啦。咪就係，叫我可能我諗信。連阿大海都話：喂，屌你諗下喎，喂，你兜個圈都有啦嘛。係咯，屌你老母閪，唉，拗撚曬頭啊！真係，唉，唔好講嗰啲啊。喂，陳國基講嚟講去又係話：屌你老味，愛國係可以批評國家，可以批評政府，不過不能有惡意啊！如果惡意咧？啊、我哋一定要嗱，佢、啊、話不能用緊，佢冇話要告喎、嗯。其實都係嗰句，你第一你沉唔沉，沉唔沉咧？你即係個個禮拜出嚟講呢啲咁嘢。第二，你到而家都未 define 究竟乜嘢叫惡意。嗱、啊，我就善意啊。嗱、啊，我點為之善意惡意咧？我好簡單啫，就係、是、想你香港好定想你想香港衰、嗯。如果想你香港衰嘅咧，嗰、那個叫惡意。我話想香港好，但係你話鬧香港，你就叫做唱衰。喂，我講嘅係咪事實先？你淨係消委會呢單嘢，你係咪肉撚酸先？屌！喂，而家咪過牌照執笠先。好啦，泳總風波，泳總咧今次就冇乜特別嘢要講，就只不過係有啲唔生鏽嘅媒體。喂，我覺得呢個Yahoo新聞以前我哋好少真係睇佢。我覺得而家越做越好喎，呢排講緊勁喎，係啊，佢越做越好喎、啊。即係通常有新聞以前，即係不嬲係攞人哋嗰啲，係攞人哋係啊，或係啊，佢而家係自己做喎。發覺啲咁多自己做嘅新聞，係啊，佢以前直情係轉載，同埋好多時佢都係擺喺側重台灣嗰啲多啲添嘅。哇，好哇，而家又做偵測新聞，有呢樣嗰樣，我自己做嘅喎、啊嗯，啊，真係好，我真係覺得 OK 喎。好啦，有新聞咧，去揾資料。我既然你咁話咁多殭屍泳會，咁佢話。誒唔好講咁多，於是乎咧，佢翻查資料，咁啊發覺咧，喂，一百個正式嘅屬會同埋觀察屬會入邊咧，有九個正式屬會同埋七個觀察屬會連續四年係獲評分零分嘅，零分仲喺度。嗱，唔計基本會試嘅得分啊，意味住註冊泳員人數、參賽人員同埋比賽成績都未達到標準，咁就係零分啦。咁啊，當中咧亦都發現咧，正式屬會，哇，好奇怪喎！游泳佢又冇嘅喎，其他項目又好多嘅喎，搞其他嘢。好啦，而咧嗱，其餘嗱，我哋有九個八個九個屬會啦，其餘八個我哋一陣先講，再由我哋要講嘅講。其他個八個零分屬會入邊咧，就淨係得香港大學游泳會就話咧喺個 IG 度顯示佢會退會，其他咧嗰啲會咧基本上咧。係有一個就係未能聯絡嘅，就是、全能游泳會係未有聯絡方法嘅，即係話地址啊、聯絡人都冇嘅電話。你有冇存在啊？嗱，其他嘅七個咧就係、是、唔回應，冇回應，直情冇回應。咁咁啊唔奇啊，話明殭屍啦，屌你梗係唔回應啦。淨係得個香港大學嗰個游泳會回應，不過佢回應就係話咧 ，OK， 我哋都會退會㗎啦。你有乜嘢就問阿泳總咯。咁有一個咧係 active 緊嘅，嗰、那個叫咩咧？美清體育康咪美清體育康樂會，咁呢個美清體育康樂會咧，哇好嘢喎！佢冇搞嗱，佢嗱冇搞游泳班啦，所以冇有參加比賽咧，當然冇比賽成績啦。但係佢由舊年七月到依家即一年啦，舉辦咗至少根據個網站啫，網站公開資料，但係冇擺上網，我唔知㗎。38個活動當中去咗八個旅行團，包括惠州、越南、貴州。張家界、潮汕、深圳、江門、鯉魚門同埋西貢，亦都積極主辦或者合辦咗至少七場地區運活動，而且話地區活動咧，仲攞咗啊民政事務總署社區參與計劃撥款66,525元搞春茗。哦，食齋餅粽啦！今年一月咧又搞埋呢個新年盤菜宴嚇。舊年中秋咧，又搞咗個何國慶迎中秋文藝晚會。何國慶啊！仲同阿立法會議員陳可欣啊合辦呢個證件相拍攝服務。運動課程方面咧，哇！呢、這、一個美精體育康樂聯會咧，過去一年哇好撚多嘢搞咗。第一，暑期空手道、乒乓波、太極功夫線、長者身心瑜伽班、木蘭拳，屌你木蘭拳！
真係未諗聽過喎，花木蘭係咯，排排舞，排排舞，社交舞，亦都主辦咗比賽喎。唉、哎，終於有啦，係嘛？有比賽，哦，原來唔係，呢、這個比賽係三葉球共融杯，一仲攞咗社區參與計劃71,051元，喂，真係孤陋寡聞。三葉球即係 Adidas 定係乜撚嘢嚟嘅？三葉球共融杯喎，共融我諗可能係即係同埋嗰啲其他。啲族人一齊玩啦，我估係啦，係嘛？攞70,000多元，好啦，佢乜撚都搞，由空手道又太極，又太極線，屌你有三葉球都搞得埋，屌你乜就係唔撚搞游泳，咁同你泳準有兩關係啊？屌你老佢咪啊？佢係正式族有，真係黐撚線，有投票權啦、啊，攞錢添喎、啊，佢仲要，仲要攞19,000多元啊？一次搞66,000多元攞新春文藝匯演一次啊，71,000元攞呢個三葉球共融杯啊！就係、是、大家有冇有得閒就同我睇下咩個三葉球啊？屌你乜三葉 Adidas 咯，乜撚叫三葉球？我真係唔諗知啊！好啦，睇翻美星體育康樂聯會咧，1974年創立，今年50年啦。首任會長係商人黃曾志香，佢而家都係副聯，我唔知係咪喺度啦。永遠會長，香港順豐同鄉聯誼總會主席。OK。聯會而家咧就主力咧就喺美孚舉辦各種康樂活動啊！咁啊，民建聯兩任主席曾玉成、李慧瓊啊，都係聯會嘅名譽會長。嗯，明白曬。O K， 屌你老味啊！即係民建聯衞生組織咯。但係即係問心嗰句呢啲嘢，唔係佢本身應該未係喺1974年嘅時候，但係呢啲喂屌佬呢啲嘢嘅，即係去到呢啲咁上下環境，見到咦屌你民建聯掂喎，97後啊，就話梗係啦，都唔使講。嗱，講真。你話點樣解決嗰啲咧，就唔使我哋去諗啦，等政府去諗啦。嚟政府自己都話咧，提倡體育要專業化啊啊！作為運動總會咧，要重視 ESG 啊！你知最講最中意講 KPI 咩 ESG 咧？包 G 就係 govern， 即係嗰個 governance， 即係嗰個管治。屌你老母閪，做咁乜撚嘢啊？幾多肉酸咯？呢單嘢你唔係啊，方力申，屌你出嚟！跟住一即係一石牽起千重浪。喂，講真，睇我哋有冇心機。嗱，呢要時間、心機、精力，又得罪人嘅。如果你話真係俾時間、心機、精力去做呢啲咧，唔係顧住做生意咧，我話俾你聽，個個會都冚家鏟。你諗下，榮總攞我哋2,000,000一年，呢啲隨時入邊分100幾十萬一年。係啊，一百就未必有嘅幾十萬咯，即係無諗端端幾十萬喎。一個係咁，兩個係咁，三個咁，四個係咁。屌你！即係榮總咗，我仲未計其他運動總會喎。嗱，點解我哋唔鋸咧？嗱，呢一個嗱，我唔係話呢一個內地女小紅書個女仔有問題，佢冇問題。我亦都唔覺得旅發局有問題，應該係咁做嘅。但係我哋香港人睇落去就有時真係不是味兒嘅。話説係咩咧？有個內地女喺小紅書就出咗 post， 佢話。震驚！香港旅遊局好像真的急了，咩事呢？呢條係題嚟嘅啫。佢話上個月底過關深圳嘅時候咧，旅發局嘅工作人員邀請佢做問卷，咁問卷主要問佢落嚟嚟幾耐啊，消費情況咁合理啊。做完問卷之後就俾個小禮物佢，咁話當其時都幾開心嘅，但係佢話做問卷都唔係為咗小禮物嘅。點知翻去咧就發覺，咦，原來係個手機醒，不過手機個環扣發咗毛。咁佢話咧，今次佢上次出咗個 post 咧，就係話呢個手機環發咗毛。其實就唔係話要投訴乜嘢嘅，我都相信你大家唔好諗住大老妹一定係咩，佢話唔係，只不過想話喂，可既然做嘢啦，咁啊上心啲啦，即係檢查下啲嘢啦。佢就話咧，估計咧啲禮物咧，即係有可能潮濕啊，即係又啊雨季啊。佢話咧，擺得唔好啦，擺得唔好啊。佢話希望咧，有意去香港嘅網民咧，下次過關嘅時候啊，都記得提醒一下佢啊，即係佢唔覺得旅發局會睇到啊嘛，好啦，咁網民咧就熱議啦，旅發局係咁上下水平啦，嗱呢啲嘅啦，香港網民嚟嘅。佢話但係跟住嗰呢個鋪主咧就再發文喎，佢話旅發局職員竟然係私信佢聯絡佢同佢道歉，而且咧再話希望表示補送小禮品俾佢，同埋熱烈歡迎啊佢再次嚟香港。咁鋪主就話啦，哇反應速度都幾快喎。跟住佢咧就去建議，佢話其實你都唔使補發俾我，我都係俾個建議你啫。不過下次要上心啲啦，如果唔係送出去影響就唔係咁好啦。好啦，嗱，呢個女仔冇乜頭冇咗旅客，係旅發局反應快，咁我哋應該要拍手掌添。但係點解我話不是味兒咧？屌你老母！我真係覺得，起碼我真係覺得，如果香港人
有冇咁反應快先？你試下嗰個係咪就係、是？係咪先？唔係小紅書寫啊，你都未必會理啊。啊，呢、這個就係問題啊嘛。唔係你我哋要待客有禮，我認為絕對係啱。但係我哋自己人唔通真係二等人係嘛？佢係咁啊咁樣啫嘛。有時就是。